Oh my god! What is it? Spicy dessert? <笑>见过，我疯了吗？ 去寻找那辛辣并且浓烈的邂逅，所以我为大家带来这款2.0版本浓烈的邂逅。可能很多人不太喜欢这个味道，可这不就是爱情滋味吗？当我们期待那甜蜜美好邂逅的时候，却突如其来地迎来了一个惊喜，猝不及防的偷袭。